小院里看大北京，这里是位于中国美术馆以北的美后四十景山市民文化中心，它是老城区最大的市民活动空间，也是新晋的潮流文化打卡地。美后四十，寓意四季美好不间断。这里曾是地铁八号线盾构工程用地，工程结束后变身文化中心，面积达5400多平方米。朱漆大门内两进四合院古色古香，随处转一转，21处活动空间星辰齐布。国学、琴茶、非遗、插花、歌舞等传统文化在这里汇聚，文创、自由搏击、现代戏剧、服饰美学等时尚街区才有的潮流玩法为这里注入生机，胡同居民到家门口就能享受时尚的文化生活。在斑马戏剧开放日，孩子和父母在戏剧中体验不同的人生况味。我们这样的一个练习方式，能够在北京这么传统的一个四合院里，有一些新的文化的接入，把我一个特别生疏的那个性格就改掉了。今天我特别高兴。自己呢也是土生土长的东城人，老城区里面还藏着一个这么时尚、那么潮流的一个地方。夜幕降临，这座四合院静了下来，是时候给身体放个假了。越往我们北京城里走，越其实越缺乏给市民来提供一个休闲健身活动这样一个场所。以前我健身的都是在商场里那种商圈里，偶然发现了这么一个四合院的宝藏的地方，工作之余能放松一下自己的身体，缓解一下压力，还挺好的。胡同里来练瑜伽，它更北京。共举办了1098场的活动，给大家提供一个新潮的、时尚的、优质的文化体验和感受。